老板苦对苗海，这海海来也花不完的。你东西苗白了，这白哟，呀，老奶奶花不老板苦对苗海，这海海来也花不白苦对，你苗白了，这白。每年布谷鸟叫的时候，春耕的节令就到了。对于车克三一家来说，春耕开始之前最重要的事是打田埂。传统哈尼梯田的耕作每年都要翻新一次田埂。田埂是水田的拦水坝，对于水田来说至关重要。梯田位于高坡之上，壁陡埂高，漏水和倒塌的隐患很大，对田埂的保水性能要求很高。打田埂是对力气和技术都要求很高的一项活计，需要有相当的耐力和经验。车克三的家在中国云南红河县的哀牢山深处。这里拥有世界奇迹之一的哈尼梯田，它养育了世世代代的哈尼人。哈尼族起源于古代的底羌系原始族群，他们曾经游牧于青藏高原，后来由于战争等原因南迁，其中的一部分成为现代哈尼族的先民。哈尼族支系繁多，主要分布于中国云南沅江和澜沧江之间，在泰国、缅甸、老挝、越南的北部山区也有分布。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中国境内的哈尼族总人口为163万人。哈尼族是稻作民族，哈尼族先民在哀牢山地区开垦梯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在1300多年中，哈尼族倾注了很多代人的心力，发挥了惊人的智慧、勇气和毅力，开垦种植梯田。哈尼梯田依山而建，布满整个高山与河谷，是天地的鬼斧神工，与很多代哈尼人的智慧与劳动和谐融合的结果。它蕴含着深厚的哈尼农耕文化习俗，成为稻作文明的世界奇观。它是自然和人类共同谱写的一曲大地之歌，是哈尼人奉献给世界的一个奇迹。这些梯田绵延在整个红河南岸，面积达到数十万亩。梯田层层相叠，从山脚到山顶，最多有5000多层。梯田的坡度也极为陡峭，一般在20到30度之间，最陡的达到70度以上，被誉为天梯。水是哈尼梯田的血液，
是梯田赖以生存的根本，是梯田的命根子。绝大多数梯田都需要从其他地方引水进行灌溉。车克三家田里的水来自于附近山上的龙潭，从水源地到车克三家的田里有12公里的距离，这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克服这一障碍依靠的是水沟，为了获得充足的水源，保证梯田长期的用水量，每条水沟都以多条溪流为源，并尽可能地以一条河流为主水源，最长的水沟甚至可以长达100公里。哈尼山乡群山错杂，林深青多，形成众多的河流水系，丰富的水资源给梯田挖沟筑渠、引水灌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复杂的地质结构、险峻的山体构造也给哈尼人的水利工程出了难题。沟渠从主源头开始，从数十里乃至上百里外一路而来，途中遭遇大大小小的溪流和清沟，根据自然情况和当地社会情况，水源不能全部截流，一定要留下一部分水供给下游的沟渠，让下游的梯田也能够得到灌溉。从水源引过来的主水沟，每到一片灌区，就要开出一条支流进行分水，每股分支的水量都是有比例的，以这条沟渠的灌溉能力和需要灌溉的梯田面积作为分配水量多少的依据。需要灌溉的梯田面积多，就要多分给水，需要灌溉的面积少则少分一点。每一户人家的梯田面积都不一样，位置也不相同，水该如何分配呢？车克三家和其他100多户人家共用这条水沟，水沟平时要有人负责维护，维护的人俗称沟长，公平分配水资源也是沟长的职责。车克三是这条水沟的沟长，这是哈尼族特有的木刻分水器，分水器上每个凹槽的宽窄与每条水沟分配到的水量的多寡成正比，分到的水多，凹槽就开得宽一些，分到的水少，凹槽就开得窄一点。因为水资源的分配与村民们的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只有在村子里德高望重、被大家所信任的人才能担任沟长。分水器一旦安放好，稻谷收获之前就不能再更换。
犁田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稻田的收成，所以必须十分讲究，每一寸泥土都必须翻犁到，不能遗漏一丝一毫。田犁好之后，就要开始坝田。坝田的目的是把大块的泥巴搅烂，重新揉合搅拌在一起，是一种细活。哈尼族的传统，在栽秧之前要犁三次田，坝三次田，俗称三犁三坝。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哈尼梯田里生长的各类水生动物有四五十种之多，一代一代哈尼族的孩子就是像这样在梯田边长大的。车克三家的田位于村子下方，离家大概有一公里多。从空间布局上看，每一个哈尼村寨的上方是茂密的森林，提供水、木材等资源。村寨下方是梯田，可以生产粮食。中间，则是人们生活安居的村寨。森林、村寨、梯田。三者之间有水串联，林、寨、田、水如指相扣，紧密相存，形成自然生态环境四堵同构的紧密组合。历经上千年的演化，哈尼梯田已经成为一个完善的生态系统。村寨里的垃圾粪便则通过流水的冲刷被截留在梯田中，使梯田肥力增加，并且减少了人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形成了一个天然的自我净化系统。
那火车是出了是火哟，啊，喊你阿罗斯些喊么多陪陪嘛呢哟，啊，我去骑马路路捏那个窝，捏马路摔那个窝，摔马路摔那个窝，别火，啊，我可嘛输米一点，我可嘛输米我说打红来了，啊，我去了可以个，我去了也拉米，啊，我做了这位做啥啦？啥时候罗马去？啥时候罗马耶？啊，我去了也拉米，我做了这位啥拉米？哎呀，我看嘛，打罗马不对，我看嘛打罗罗啥都爱哈子了，拍打罗比个哟。啊，我看嘛输米了，我罗打红啊。啊，头就嘛没打呢，头上个就都没打呢。啊，我看嘛输米也把我肚子哟。比嘛，人那时候人那了我去，那时候我那时候我都抓了好了。在哈尼族眼中，举行开央门仪式，就是在举行一场隆重的婚礼。春回大地，在这大喜的日子里，央姑娘要嫁给自己喜欢的水田了。他们在自然的山水间相依相恋。这天，每一位哈尼族的女人，无论老少，都是央姑娘的伴娘，都是央姑娘的送嫁人。每一位哈尼族的女人都把今天当作自己喜庆的日子，她们要用自己的美丽和欢快祝福央姑娘，庆贺谷子娘。对于梯田而言，栽秧是一次巨大的阵痛。这个充满兴奋与疲惫的阵痛，把梯田推上了一个全新的舞台。用自己全部的爱，为每一颗生命的倒立奉献。从此，稻谷才开始了自己真正的生命之旅。以自己独立的身份，孕育那份平凡又神圣的梦想。春耕结束之后，哀牢山里的生活节奏慢了下来。车克三家梯田里种植的水稻品种，并不是在中国大面积种植的杂交稻。这种稻谷是哈尼族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从野生稻谷中驯化培育出来的。稻谷的稻杆较高，稻米呈红色，当地俗称小红米。
哈尼梯田的海拔高度在1200米以上，高差变化大，高度不同，适宜种植的稻米品种也是不一样的。在稻种选育方面，哈尼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特方法。根据梯田的海拔高度、土壤肥力、地理方位等的不同而种植不同的稻种，每隔3到5年，车克三家还会与其他寨子的哈尼人家交换稻种。定期换种可以有效避免品种老化，提高水稻抗病虫害的能力，使得梯田系统更为稳定。据不完全统计，在长达1300多年的梯田稻作史中，哈尼族培育的稻米品种超过100多个，这些稻种是适合于在当地环境中栽种的特有品种。2013年，哈尼梯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哀牢山区因此被誉为世界稻米品种的基因宝库。对于哈尼族来说，梯田不是神话，也不是奇迹，而是用自己的脚走出来的路。6月年过去后，就意味着哈尼族一年的农事生产活动已经过去了大半，下一步就将迎来丰收的喜庆了。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是，哈尼族传统的新年是在农历的10月份。梯田的稻谷通常是在农历9月完成收割，农历10月过新年，标志着一个稻作周期的结束。作为稻作民族的哈尼族，生活的节奏是由梯田中稻米的生长节奏决定的。在哈尼族的传统生活中，春耕夏耘，秋收冬储，一年始终围绕着梯田在忙碌，梯田是他们生活的中心。丰收之后摆长街宴，是哈尼族代代相传的习俗。哈尼族是一个淳朴善良的民族，在这一天，他
他们把自家一年中收获的劳动果实，以美味佳肴的形式向大家展示，表明自己是一个勤快人家。从春耕之前到秋收之后，在一年之中，在不同的哈尼族寨子里，这样的仪式总会反复举行。在这些名目繁多的祭祀仪式的背后，实际上是要潜移默化地培养一种对于森林、对于自然的敬畏之情，并且把这种敬畏自觉地转化为保护森林、保护自然的行动。哈尼族在哀牢山区开垦梯田的历史已经超过1000年，如今的哀牢山依然保持着完好的自然生态，与哈尼族这种自觉的生态保护意识是分。